宝贝们，今天来做一款招财猫的，就感觉这款过年做会特别好看。现在来上第一遍颜色，然后我选择了一个肉桂色吧，肉桂色的皮草胶。这个就是第一遍的颜色，然后再上第二遍，那个红色我选择的是酒红色。这已经是上了两遍的了，然后我现在贴贴纸，贴招财猫的贴纸。都贴完之后就是这样的，然后上磨砂封层，整体做完就是这个效果的。